我就希望咧喺400米就可以破到自己成績啦，同埋200咧都出現咗好多對手啦，我都希望可以都同佢哋不相伯仲咁咯，好俾心機練習嘅，因為咧就即係上年就可能都係差咗啲啦，就第二名啦兩個都，所以今次咪努力翻追翻上去咯，係咯，咁我就希望我日後嘅師弟可以。拍得上，即系又唔好跌得咁厚，又唔好失望咯。同埋，如果成績唔理想，咁我就希望佢哋快啲嘅會。